如果我这用一点点手。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。哦，很有。这次猜拳猜输了。因为他们明天要演唱会。未来会怎样？谁敢保证呢？我懂你，这首歌它没有那么重。对。轻一点，你是有男子气概的人，可是你跟你女朋友要分开一阵子，那种心情就是你会觉得说，我想跟她说我爱你这么简单，但是你想要潇洒一点，是温暖跟温柔。这首歌到底是在讲分开还是在一起？应该是热恋中，女生比男生亮眼，女生比较漂亮，男生比较丑一点。这首歌根本写给我，我最喜欢的是我的灵魂21公克，因为你而完整的完美，但是是21号。可是为什么是21公克？人死了以后。马上再去称体，称体重少了21公克，这有科学。后来我去查，真的有些故事，有一些是傻了，有没有？三魂七魄丢了几魄，也会少，也会少10公克吧。我想要你一出场唱第一句的时候，没有在开玩笑，大家觉得，我现在进入的情绪就是。大家就太认真了，这次要把你这首歌再次的翻，对不对？第一句进去，如果我的手轻轻的，你是有点卑微一点，可是你又是男人，你又不想要就是很丢脸，所以你才会讲一个借口。好多情绪在里面了，这首歌我真的是龟山岛深深爱上这首歌，就这种感觉吧。男人不是都会不小心就讲一些借口，舌头顶在上面，猜输了，猜输了，对。如果我这用一点点手，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，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，哦，很有。现在可能会有酸民说，黄宏生，你到底凭什么教人家唱歌？欸、啊，这首歌他的啊，他足够教我。我虽然不是什么歌王啊，但就是我们就互相教学。如果你前面把握了这两句，我就后面就过。所以我走出来一定是那种，就是那种欢迎。我的搭档 King 林柏盛。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，会不会我就被神取消了我爱你的资格？未来会怎样？谁敢保证呢？此时此刻怎么轻飘飘的，好像不是真的？真的以为情歌爱不够是骗人的？真的忘了变成哑巴有多久了？依依不舍，舍不得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我怕太超现实的快乐，只是你借给我的，紧紧抱着，拥抱着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我把灵魂21公克因为你而完整了，完美了。其实就是扫兴啊，但是我觉得就是为了明天的这个歌曲唱歌的部分，我们要对观众要交代。宪哥说他也想练歌，我觉得是超热血。我们过去，因为他说想来练歌嘛。好，那我们过去练歌。去找宪哥练完之后呢，明天要准备上台表演南投的这个草地音乐节，我们自己办的。虽然说我不会唱歌，这次我们也是很认真的走路，但是也很认真的在练歌。